然而杨洋和赵露思新剧《且试天下》戏外的瓜更刺激，该剧的制片人跟导演两个人双双婚内出轨，约定同时离婚，然后两人在一起生活，结果女方离婚了，男的却没有，两人因此闹掰，然后就开始了中年爱恨纠葛。怪不得现在女方一直在强调缝缝补补修修改改，我真的会笑到被领导赶出办公室。